是想唔敢厝，但是佫受生活问题，一定嘛是爱厝咧，啊，无内面囡仔大细遐济咧，廿二啊就知啊，就有靠海生活啊，看天就食饭啊，对无？哎呀。爱演戏咯，甲你演啊！像咱讲大人伫伫拍囡仔，同款安尼啦。爱演咯，甲你演啊！对这戏片吼，大家拢真不满啦。啊，这嘛是政府的代志啦，百姓嘛无办法啦。这影响真大啊！本来影响真大啊，对阮渔民会使讲，迄天本来伫遐掠的时，阮渔民掠较济。你即摆若伫遮附近遮掠，就掠较少咧。